打对吧？下次我们过来，要不先定好，还不定好，就是一片的呢，先不定好，那么他就下次过来啊，自己的开车过来，开工具车过来啊，把木箱从台州带过来，我们两个到这里把它定下，工具车开过来，那个了，你说买木工啊？不是。廖柳干到底不是木箱没了吗？这边不是难做吗？下次我们过来，开工具车过来，开出做好带过来。木箱，那个木箱呢，就整片整片的了，但框一样的先不要钉了，拿到这边我们再钉。对呀，这样钉，这样比较方便。找桂林要一个呗。我问他要，问他要。木箱他都不钉。把它高度量一下，长宽高量，再量一下。你们现在把那个尺寸什么的要量，快点量。那个尺寸好量了吗？问他们要一个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